冒出来的，我没有请他们的。好啦，他们今天在，好，你们自己拿麦，这不是 KTV 啦。你们这是这展览的。我 A。哇，经验久哎。好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部落的阶级了。因为部落其实部落很多年轻人，可是拉迁徙留下来的真的这样子已经算是很多了。对啊，然后我们也慢慢的在找回那些失落的原住民青年朋友们。哎，那个不能拿，那个不是，那个是要收，对观众的，那是观众的尖叫声的。就你们要保持尖叫啊，好，这个都是为了你们叫麦克风。他是我们部落的年轻人，对。他们下来了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他们是我们拉丁文一起长大的，而且里面有四个是职棒选手，哇，全部都被，先不要，都被四猪了啊。觉得高光就是被四猪了，觉得还不容易撑到职棒。好，然后他们都很优秀，然后。因为我们都很有心对自己的部落的文化，有些奉献。蒋，蒋过来了。把那个啤酒给他放下来，你就马上过来。好。支持你们。好。来啦，过来了。来啦，过来了。这害羞什么？不像你的作风啊。再不上去就太快了。好，因为我们的人没有很多，我就先介绍我们的那个拉丁型领导，我们的组长拉丁型领导，奇迹。奇迹。好，然后我们的介绍我们的那个副拉丁型的副组长，阿涛。他年轻的时候像没得火。好，可以戴上墨镜的。副组长，好，拉天喜的改记哦，我们的财务长，蒋，刚好了，刚好了，车子还在吗？好了，好，那个我们的介绍下一位的龙伟，帅，很帅，很会的，他们组是母系社会，他嫁出去的，来不及了。来介绍我们的，好了，我们的以前是真的是职棒选手的，亚伦，亚伦，是你啊，还有就是跟我一样，那些其实人都蛮高的，我们有一个俱乐部叫168可爱的，我唯一的成员四位，哎对啊，而且是168的嘛，好。年轻人要有年轻人自己的歌，我们有我们阶级自己的年轻人的歌，都兰青年聚会歌。哎呀，哦，都兰，好，还记得哦。好，上台就是要唱歌，上台就是要唱歌。没有演过吗？没有演那个，没有彩排，没有彩排的。Yeah.
哎，这个情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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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情报，那个先生，他们自己钱包都，我那些行不行哦？就那刚刚那个嫁出去而已，其他都是赔钱货啊，交不出去。对，还有机会，如果你们要追我们的话啊，请在我们的口袋里面放槟榔，记得槟榔上面要刻电话号码给我们。好。